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咱今仔日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：剑光三钱，掌心雷两钱。剑光三钱，掌心雷两钱。这剑光甲掌心雷是都看会到。坦白讲，我就爱看古代戏。尤其是伫细汉诶时阵，捌去阮庄头诶庙口，连透风落雨，雨伞风吹甲飞飞起，我嘛了甘愿徛伫溪边脚看戏。啊，布袋戏内底就足侪剑光啊，甲掌心雷。对，你内行诶哦。啊，毋过这布袋戏，我自细汉看到即卖，阁毋捌听过剑光甲掌心雷。是爱正重量的，会当用信的。这就是鹿港有一个真出名的中医师，伊姓黄。听讲这个黄医师医术高明，生意嘛真好。不过这个中医师甲你同款，有够爱看布袋戏的。别个医生若是休困日，拢是去拍高尔夫，还是体尼斯。什么是高尔夫？高尔夫。哦，啊，什么是体尼斯？网球。黄医师，伊拢是咧看布袋戏。哦，爱看个安尼哦，啊，伊毋着规头壳拢咧戴布袋戏。对啊，就是规头壳拢戴布袋戏的剧情，连暗时咧睏、含眠的时阵，双手搁咧揽布袋戏。哦，这个黄医师阁真趣味哦。伊毋若趣味，已经走火入魔咯。伊上爱看的戏出，就是《火烧红莲寺》。有一天，诊所来一个患者要看病，黄医师就甲赞美。这时阵，头壳底拄仔好伫想布袋戏，吐剑光，拍掌心雷，这个技术真赞。哪赞美？头壳嘛，哪咧个功夫咧？哦，那遮闲哦。结果迄个病人就摕黄医师的药单去拆药啊。这个替人夹药啊的师傅一看，哇！黄医师开这药方，哪有剑光三钱，搁有掌心雷两钱？这是啥物药啊？哈，剑光甲掌心雷，干嘛在做药啊？这就是心神不宁、做代志无专心的效果啦。像我昨昏去外口食饭，点一碗炒青菜，结果食起来哪会甜不闷啦？原来是中破西咧炒菜的时阵，哪炒哪看迄个甲油事件迄个新闻，煞甲糖当作盐安尼甲掺掺落。这就是和黄医师同款镜头，无专心。所以咱就要奉劝大家做代志，爱较规心嘞，毋通伫上课的时阵心肝想下课，伫下课的时阵搁想别项代志，安尼若走甲跋跋倒，就真吃力咯。所以奉劝咱大家做任何代志，拢爱专心。多谢大家。